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0日，热刺攻基线集体哑火。欧冠16强次回合，热刺主场0-0战和 AC， 总比分0-1出局。韩媒对此指出，热刺本赛季锋线状态不佳，尽管孙兴民本赛季贡献了9球，但35场比赛有30场没入球。此外，理查列陈安达迪25场有24场没入球，各项赛事只入2球，英超0球。迪赞古路斯夫斯基25场有23场没入球，只取得2球。只有哈利卡尼独单大梁，取得20球和4次助攻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